每个激情畅快的游乐时刻都离不开游乐设备的安全运转。安全是缔造快乐游乐空间的前提，所以我们明白到如何使这份安全持之久远才是我们所应努力的方向。我们是广州牧童水上乐园设备有限公司，我们始终切实践行着在水上游乐设施中最高的安全标准要求，从原材料到工艺，无所不至地追求与实现每一件产品的安全性能，更为每个客户专业设计提供全面而精准的创新导向。我们具有国际水准的生产工艺及测试技术，率先汇集国内一流的技术研发、设计以及专业的施工队伍，响应全球标准化的供应链管理和国际质量标准体系。我们肩负着游乐空间、阳光生活的企业使命。锐意在业已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游乐设备版图中开拓出新的传奇。最完善的安全只在于最全面的思量。牧童始终以最规模的综合力量向业界展示实力。安全从来不是以一次性为目的的，而是一场必须抗衡各种复杂因素的时间角力。各种高尖端技术的引用与创新源源不断地提高着牧童综合实力。上百位高级技术研究员和品控工程师组成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创新原动力，立足于严谨的创意构思，直面所预想的严苛现实。唯有优质的材质与精密的工艺，方能让我们设想的安全性能达到极致。一些较极端的意外状况的预防，同样是我们安全考虑的重要范畴。得益于我们所信赖的全球优质供应链，使我们在关键零部件能应用最高品质的材料，以实现我们对安全最严苛的设想。客户的认同与信任，则是我们安全信念最强而有力的支点。我们所要展现的对水乐设施的安全控制，早已超越现行标准的定义，而是集合了玻璃钢、塑模制造、金属加工等多个领域工艺的智慧结晶。这或许也是我们通行全国乃至世界的最大优势。我们所要呈现的安全理念其实未尽于此。我们更率先引进 HP RTM 第四代闭膜成型工艺，力学性能指标比手壶高1/3以上。我们所采用的 FRP 拉挤工艺是连续生产玻璃钢异形材的先进工艺，是目前以塑带钢、曲替钢管、角钢等异形材的理想产品。它通过机械化生产，基料和骨料配比准确，固化度达到95%以上，力学性能指标和物理性能指标都优越于一般的钢材，特别是重量只有钢材的1/4，是50年不退化变质的理想材料。FRP 拉挤工艺的应用，引领着水上互动城堡的变革，安全、精致、永恒，成为这个系列的主题。我们立足于生产更安全耐用的水上游乐设备，并提供各种游乐设施工程的策划、设计、筹建、管理、生产、施工、运营等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牧童全国战略性市场布局前进路上印下的一个个足迹，都在引领客户与行业不断实现和超越游乐设施畅快游玩与安全的紧密结合这一美好构想。引领安全游乐设备，创享品质游乐空间，来自高端水上游乐设施综合服务商——广州牧童水上乐园设备有限公司。